抛弃长什么？被抛弃，谁敢抛下你呀、啊？他很优质哎，怎么会有男生想要抛下你？啊，就他还想玩啊，我的解读就是这样。哦，他还不想定下。对。干嘛？他干嘛？你是上一场来宾的啦。你看他是不是敏感带在头？耳朵也蛮敏感的，真的、哦。有点痒。好的啦。我跟你讲，怎样？你先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说你跟 Amy 在一起？拜托你们，哎，不要乱说。是因为那个间谍加加酒。不是，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球迷问的啦，来 Rina 的维基百科是谢艾娜，然后1991年11月28日，跟我一样是射手座，没错，艺名叫做 Rina， 曾经是舞者、舞蹈老师跟健身教练，现在是中华职棒首位的女性应援团团长之一。2023年的时候加入 T1 的联盟台北战神啦啦队，现在又担任一个团长。呀不，因为他除了会在主场应援之外，他自己也会去客场。哦，对啊，他非常的认真。对，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推荐他，就是加入乐天女孩。然后现在呢，有一个 YouTube 叫做什么团长乐团，创办人是壮壮跟 Rina。对，可是那个我们成立一年以后就再没有，就解散，有解散的吗？如果那位壮小姐她太忙了，壮小姐比较忙吧。一件事情吗？说，为什么宋承奇会离开？你确定要我吗？哎、欸，是你知道还是他们想知道的？这有什么八卦吗？你可以上去约他来我们的。哦，好，那现在你跟壮壮应该不会有什么勾心斗角。不会啊，因为我觉得我跟壮壮都是很成熟的人，我们不会有一些奇怪的，我没有想要竞争，也没有什么，我们当相搭吧。其实我们当初我们三个人进来就讲好，我们三个要一起好，因为大家不会说哪个团的哪个团，他们只会记得女团长。欸、我也蛮好奇的。我告诉你们，这一切都是意外。怎么样？意外。我跟你说，那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因为 我在来当乐天之前嘛，我以前是广告演员，所以我就认识很多 casting。然后当初呢，球团是委托一间 casting 来甄选女团长。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到那时候报名的人数达100多个人。哦，真的、哦，真的，我当时想给你们听。然后呢，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有点迷惘，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我就还是喜欢跳舞跟表演，但我的家人好像比较希望我可以就是当老师，因为老师是稳定收入，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不行啊，我还是不想要去当老师，因为我已经当过了，我当过一年，我知道我自己不是喜欢当老师的人，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还是想要表演，但是我光靠试镜广告好像也没有办法真的活下来什么的，对。然后我想说，看到刚好我半夜在滑滑就看到，哦，有这个甄选通知，说知名球团，那时候真的很隐秘哦，知名球团甄选啦啦队，甄选啦啦队，然后我就报名。试镜通知了，然后他才发一个试镜带给我看，我一看就要讲话，要干嘛干嘛，要喊，我才知道原来是甄选团长哦，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其实是要啦啦队哦，你原本以为是乐天女孩，我以为是，那你转啦啦队来快点啦，但我不知道是乐天女孩，我只知道知名球队啦啦队，不知道哪一队，我想说豁出去来就报吧，不管哪一队都 OK， 然后呢，后来呢，那时候就是一看到啊什么竟然团长哎。但是你收到通知嘛，所以我就还是去硬着头皮去，对，我还去很硬的头皮，很硬的头皮。然后我就当作是我在试广告那样进入角色，而且你知道那时候 casting 有多么狠吗？那时候因为你们有试过广告，一定就知道我们进去试镜间就是摄影机对我们就演出我们情境就好了。对，没错。他要当下所有20几个、30几个同时来甄选的人全部站在我们前面，哦，大家一直看着你。对，因为 casting 又说就是要这样子，没有啊，没有，没有一对。就是要这样，因为当时你们知道，你们到时候如果成为应援团长，你们上面对10000个甚至20000个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硬着头皮，我在那边对着那么多女生在我前面，然后我在那边对在那边喊，就是要加油。他说我们两个情境，一个是现在落后你要怎么带，现在是领先你要怎么带观众。哎、欸，那你讲进入算很快、欸，一个月后才收到复试通知，说我以为已经没有，因为太久了。好吧，好吧，可能太多人报名。第二次复试呢，就是通知我们总共4个人来最后甄选。最后就你就选上了，对，最后就是我跟陈星。但我觉得你真的超级适合，真的假的，真的很适合，真的假的，因为你有那个 quick call， 终于
终于轮到那团长啦！那团的理想型是什么？身高至少要180，比我爸最低要跟我爸一样。那你有交过208几公分吗？178，要比我爸还高，所以你爸几公分啦？那我后来改变了，因为那时候我设定这个目标是那时候我才166公分，所以我设定哦，你长高了，我长高啦！我没有那时候是大概高中的时候160啊，高中的160，166，哦166，好高。然后后来我现在又长高了，我不知道干嘛变169。天哪！然后呢，我现在重新的目标是要跟我舅舅一样高。你舅舅又是几公分啊？哈喽啊！最低182。那你有交过矮的吗？比你矮的，就最低就是真的是178了，没有再矮了。真的假的？对啊。哎，有人会说你的初恋是什么时候？我初恋吗？初恋是高中吧？高中是初恋。那你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在哪里？他家吗？对。紧张吗？我就问你不紧张吗？你不紧张吗？哎、欸，你会讲？我跟你讲，他不紧张。你不紧张？我还是一脸哎，来吧，来，快了，你来呀，你来呀。那你那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怂恿去的？他只是一般去他家，然后聊天啊，看电视。那时候是男朋友吧？那不然呢？那后来怎么没有继续在一起？后来吗？因为什么分开？因为目标不同啦。因为目标大了，我长大啦。然后他还没长大。对，讲到重点，他现在还是懂哎，现在还是朋友吧？不是，你有不好的分手过吗？不好的分手吗？算，就是被抛弃这样算。被抛弃，谁敢抛下你呀、啊？我就是被抛下了。真的假的？你现在演什么啊？不是，他养活泡泡、哦。他很优质哎，怎么会有男生想要抛下你？啊，就他还想玩啊。我的解读就是这样。哦。